咁啊，師傅嗱，我啊想請教啦，即係據聞啦嚇，就係1月21日咧 ，OK， 咁咧就係如果啊，即係嗰個嘅叫做咩聯邦選舉委員會咧，啊喺呢個21日之前咧，仲未公布咧，就話好啦，邊個就係成為總統啦咁樣。咁佩洛西咧就有機會咧，民主黨嘅佩洛西啊，咁佢有機會咧就係自己衝上台就好啦，我做總統啦咁樣，咁啊啱例嘅。咁你覺得呢件事又會唔會發生呢？我都係覺得低啲嘅呢件事。正常咧，共和黨又好啦，民主黨又好啦，咁都唔會俾呢啲事情發生嘅。理論上啊，嚇、啊，即係亦都唔用咁唔容易執死雞啦，嚇、啊啊、都係民主黨嘅嘢嚟嘅。咁你話會唔會變咗佢做總統咧？我覺得機會微，未知又微，我覺得係未知又微。最主要嚟講就睇翻佢哋依家呢個法律戰啦。是如何去打啦，同埋有冇得打啦？啊，因為咧，即係例如賓夕凡尼亞州啦，或者係墨西根州啦，基本上呢啲搖擺州咧，其實都係俾民主黨咧暫時都係操控住嘅。所以難搞啲啦，即係如果有啲有啲嘅觀眾話啊，睇有冇變卦啦，咁就難啲啲，但喺呢度啦，睇幾秋月啦，嚇，睇幾秋月啦。